从那路过的卫生女士看到我以后，亲自把我挽扶起来，挽扶起来以后又叫她老公用车直接给我送到县医院，在县医院的途中帮忙给我挂号拍片交费的全程陪同。哎，直到了我的老婆来到医院的时候，人家才离开。是没啥子，因为我觉得他当时看到都走了，也没啥别的哈。他的司机是当今时代雷锋精神的最能体现，传递了乐于助人、无私奉献的社会正能量。所以说我非常感谢这个姑娘。